好好，有趋势，吸气，双手合十，下课，谢谢大家。啊，对了，你们先别走啊，有个事儿跟你们说一下，这些瑜伽垫儿呢，是咱们瑜伽课的福利，是我专门挑的外贸货，充值季卡的学员呢，每个人送一个。现在买季卡单次课时费的还能打八折，那么剩下的按月充值卡的学员，只要你能介绍一个朋友来，咱们也送一个，怎么样？哎，我要，我要，我要！别着急，别着急啊，立刻的来，我去抢。别着急，别着急，这有啊，这有的呢，这给你了。我看你这饭从中午都放到下午了，你还不吃？一忙起来我就把它忘了，是有点饿。你这做的是什么产品啊？爆米花啊，我就只有那么一个客户。作为你的小小前辈，我能给你提意见吗？就是我们正常来说啊，我们做一个产品对标的应该是同类产品的设计图，但你这个又是巧克力又是冰淇淋的，跟你这爆米花差的是不是有点太远了？我知道，我就想着走高端路线，这样不是也能多一些利润吗？然后就想在设计灵感里面加上一些童话元素。是有道理。以我为数不多的经验来说啊，如果你变化这么大的话，你的甲方不一定能接受啊。变化不大的话，客户要我干嘛呢？这个颜色麻烦帮我加深一些。好。这个线条麻烦帮我加粗一些啊，辛苦了啊。哎，等一下，我有个新的想法，就是你能不能把这个整个画幅把它变成这个酒？我这边快要下班了，你能不能把你想好的想清楚啊？啊，可以的，我很快。还有这个小鹿的耳朵，我觉得客户部这边的活你盯一下啊，真高贵。之后有什么事跟小鹿说，我这边还有点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不是，这。那个，我还是个实习生，干活有点慢。你不要介意啊。哦，没关系，我也是实习生。